各类文物，据统计大约有70000余件，另外呢还有典籍。小妹啊，这所谓眼光啊，对吧，承担得了自己所谓的啊不需要稳定的这种挑战的特点啊，以及自己对自己诊断得很明白的话，你就做你自己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
心有喜淡。